4月22号，酋长岩有准，这好像是今年第五次去酋长岩而已。然后之前天气都不好。酋长岩，哦，象鼻岩，啊，象鼻岩。下午真的睡到3点再出门，现在大概3点40，拍到5点40嘛，4点40、5点40，差不多2个钟头回收工回家，这样很惬意。这边没几只炮，正常啊，1、2、3、4，加我5只而已。母鸟在巢穴上方，飞出来了，哇，出去了。狙出去了，被嫌弃了。我脚架还没架好，母鸟就飞出去了。现在好像不确定还在不在。公鸟在这边处理猎物，然后母鸟在右上方，在右边，在巢穴的左边。准备啦，要飞了。公鸟把食物带回去，然后母鸟进去喂，公鸟再出来。现在公的好像飞出去又抓一只猎物回来，太强了。原来是站在这个地方。一直在这，一直在这。
对，树上还有一只老鹰呢，对啊，这有准，有准啊，对，前面有高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，介绍，好，了解，好，谢谢，有这种高倍数才有高倍数。十个半啊，即个先啊啦，过来啊，过来。好，收工回家。现在快六点，本来想说拍到五点半了，现在拍到快六点。反正等太阳下山的时候好了。我收好装备，那个成鸟又飞了三趟。就是来的时候不给面子，母鸟飞走，然后架好脚架拍十秒，公鸟又给我飞走。不过后来下面哇，这只公鸟也好强，他们一起带回来一只鸽子以后，公鸟又出去又打了一只鸽子回来，出去回来一只啊，没有在跟你客气的。